哎，今天咋说呢，也算是办了一件大事，把3年的车贷终于给还完了。爸，这还有多新啊，新一套。不是呀。哦，你后边打电话说，就在下午办理解押了。啊，解放西。哦。因为我是预约制的，一月十一都约好了，在今天就得走。那能行吗？那我这话就到收起了，收起了我这到要见了，再改啊。行，那我给你讲。看一下，今年生腌虾的花椒已经成熟了。这几天呢，我们家人都没有闲着，天天在地里摘花椒。这些呢，都已经全部晒干了，正好呢，好好干，准备把这些给收起来。这边是已经晒好的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它给分离出来。这里边还有很多黑色的籽，在售卖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把这些叶子呀，还有枝呀，还有这些黑籽，尽最大的可能全部给筛选干净。再看一下这边，是刚刚从地里边摘回来的鲜花椒。它带着新鲜的叶子，这伙人也在这里晾晒。四月一天还给帮忙的很。咱们在楼上干什么了？啊，晒花椒。妈，那我都和我爸这里给叔叔到西安去，准备办理那个解押手续去。我小妹也去。呀，你晾速度快点，又添了这么多。朱哥。啊。给。这是咱们的户口本，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，你把你的身份证一拿就行了。好，走。看一下，我爸要去西安了，开始他捯饬他自己了，把胡子也刮了，今天还专门穿了一个新短袖，他看精干很。那你要进城你没呢，都那个期间嘛，都上床期间嘛，我自己想象呢。我们家这个车呢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买的，当时是花了不到11万，贷了3年的贷款。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刚刚把贷款给还完了，所以正好呢我们3个人准备去西安把这个解押手续给办理一下。至于为什么要带上我爸，是因为3年前的时候我和朱哥双双从深圳辞职回到老家了，那会儿我们两个手上也没有什么存款。大家都知道嘛，如果贷款买车的话是需要提供银行流水的，然后我们俩就没有，所以就让我爸做了这个担保。哎，我那时候都不赞同你买这个车，我就是真有那个五菱面包车呢。啊，你上到大气了以后，你把我开上。哎，你他嫌我面包车烂的很。你我车还老开吗？我都出不了省。我这两年你看是不是要出省去做生意呢？我车都弄不成，再加上再买车来回也挺大肚子。我车见人有车呢，把我坐后头哐当哐当肚子垫的。哎、对，我还记得当时小严挺了一个大肚子，好像也就是这个时候吧。朱哥把五菱神车一开，然后小严给副驾一坐，然后带着我去我们家的蜂场去做直播。一路上那个路也不太好走，总之就是在路上确实还颠得慌。那五菱神车呢也没有一个空调，坐在里面可热了，所以我们俩当时才起了个换车的这个念头。你看见这两年我车便宜不便宜？你能买这个车，把这车都会，能买几个钱嘛？你拿4-5万元的都会买个新能源，你看我看见我车，还看起洋气的很。那现在都此一时彼一时嘛，这车就是这样，一年一个行情，掉价要掉的厉害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。是还是热不热？你热的。呀，像个大火炉，比温热多了啊！走，我看就到对面。哦，应该在我里面。啊。你想到中午办理人还挺多的啊。这会我爸先填写一下办理的资料，解押资料填写出。6号3号办理。爸，完了。完了。领了个本本了。啊、嗯。哦，那怕你把那些信息消了吗？咋嘛？对啥？啊、嗯。咱也不懂。是挺麻烦的。对。哎。你要资料要我资料，还要先贷款公司呀。那肯定的。嗯。我这办成功了。成功了。成功了。办啥嘛？一点心思都掉了。好着。啊。成天把这个。每个月发信息啊，就咱要还钱了啥，没脸人，反正没脸人。哎，今天咋说呢，也算是办了一件大事，把3年的车贷终于给还完了。说实话，小严这个人不爱欠账，就是贷款这个事情，说实话每个月还的话，老感觉就是欠别人钱的一种感受，心里不是很舒服啊。对，走吧，走。爸，现在已经都下午2点，咱一块去吃个午饭吧。那行，好。
车管所的地方离三桥比较近，这会儿来带我爸过来，在这一块吃个饭。啊，这个地下室烧的一个烧烤烫。哦，咱光烧上地下室听着了。烧上凉快。嗯。小爷子，把咱半夜吃啥呀？爸带你吃个旋转小火锅。那没听过，咋没旋转？一会儿。三吃三转。看了你就知道。边吃边转。要不咱坐路边吧？走，走走走，平常烧的地方走。让坐。一会儿就用个像小火锅一样火就上上来了。放到这，你看这些菜旋转，自己的菜旋转，你想吃啥就拿个拿钱钱吃几个拿几个。啊，对，这也不浪费啥。哦，就是的。啊。这西瓜。好。想吃啥就拿啥。嗯。放进去。好啊。哎，这是个啥嘛？你看。这写的是。包浆泡芙，这个可以直接食用。你以前吃过吗？我没吃过。没有人拿个尝一下呗？那没见过的、啊。尝一下。好吃不？有女娃娃爱吃。女娃爱吃。啊、哦。男娃也爱吃，男娃也爱吃。哈话不说，先干两牙西瓜。嗯。这甜是。嗯，够吃。哎，看来小丫以后还是要把父母多带出来吃吃饭。我爸一出来，感觉对一切都很新奇。哎，对着。对着，感觉一出来啥都不会了。爸的意思就是，咱们可啥都不会。人家其实在屋没有啥，你知道吧？俺这个好像觉得连社会像脱离了一样，来了以后好像啥都知道了。有啥？没事，以后我两位多带出来啊。哎